身份啊、哦，台北市议员推广处代表来向今天来参加我们蔡俊章艺术家的这个挥墨成趣啊，蔡俊章神木画展的开幕式，我代表义务处感谢大家，感谢所有贵宾的莅临，非常非常欢迎跟大家。开幕式嘉宾云集啊，人气沸腾。这一方面就是代表蔡俊章博士，他得到大家高度的肯定，他对社会的贡献，对这个是艺文啊，这个水墨画的一个造诣，给予非常高度的肯定跟赞赏之外，还有他广大的这个人脉关系，所以坤辉啊，那么是我们都是有目共睹，非常敬佩，是一个铁汉。但是这个铁汉呢、啊，那么警察真是不够，但是能够变成一个传奇的那么艺术家，这个真正是要有他非常杰出的才华，那么要有这个非常高度的那么艺术的那么这个素养，还必须有非常好的机缘呢、啊，能够跟随几位大师来得到他们的真传。那么他这个成就，在当时我担任局长，特别是发生了一些紧急的案件之后啊，我们王前署长把军章兄派到台北市来担任督察长。那段时间，我们的共事啊，让我了解到。俊章兄很多做人做事的方法，还有工作方面的一些技巧等等，所以说如果要了解俊章兄在对警界的贡献跟他过人之处啊，我可能会了解比较多一点点。不，我们现在很多警察单位进去以后会看到瞎子，远远的一看到瞎子我们就知道是我们俊章兄画的。恭喜俊章兄，俊章大嫂，祝福各位来宾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今天的画展圆满成功，谢谢各位。好，我热情的欢迎。最近四大运准备期间，台北市警局所有警察都相当相当的紧张，每天为了反恐为安，昨天还把那个 Robo 那个机器呢弄出来，哇，这个要反恐合作。其实我们台北市警局的同仁，大家不用那么紧张。有空档执行勤务了，稍微累的时候其实可以走到这边来看看画展，看完画展之后来跟我们蔡博士请益一下。荣幸能够出席这一场盛大的文化的飨宴，那么看到那么多的艺术家，那么多的艺术工作者，那么多的艺术爱好者，还有那么多的企业界的领袖，警界的这个长官，各位社会人士，大家共聚一堂，来共同观赏庆贺我们警界的奇才奇葩，艺界的奇葩，我们蔡博士的这个展览会，真是非常令人感动，非常令人振奋。刚才几位都能够把我这些近退休两年来的画作啊展现，接下来我们引领的精神领袖，今天好日子的南投、台中啊又画展啊，另外呢，像郑吉郑老师呢给我指导很多，所以今天呢很多的画作啊可以看到一些他的影子啊，我想谢谢金老也希望大家来给我指导，让我能够继续成长。谢谢，再度谢谢，一鞠躬，谢谢。来，我太太起来一下。谢谢，我们现在呢，来那个，我们要欢迎我们